本是一种旅程，但它总需回首。当你退一步，尽管前程，风雨路程与化作歌声，在午夜梦回时候，在海边看到壮丽落日，特别的时刻，特别的环境，特别的时间，但它总会让我们回顾这一生。生命本是一种旅程，但它总需回首。当你退一步，尽管前程，风雨路程与化作歌声，在午夜梦回时候，在海边看到壮丽落日，特别的时刻，特别的环境，特别的时间，但它总会让我们回顾这一生。我们回顾着